始之前，有一件事情非常重要，就是按赞、追踪、加分享，还有打开提醒的小铃铛哦。今天来吃几个阿玛菲披萨，那有个披萨很特别，是臭豆腐披萨，然后它的材料都是比较天然的，然后它的菜单种类蛮多的，有面，然后焗烤沙拉，还有一些前菜，然后有饮品咖啡，还有啤酒。今天的目标多少披萨？还有臭豆腐、香菇、毛豆、茄子、三星葱，还有香蒜、青酱、辣椒，这个340块钱。这个今天试试看，第一次吃这个臭臭披萨，有点期待，辣不好吃。今日汤品就是番茄蔬菜汤，这个蔬菜汤很好，因为它比较淡，它的汤很淡。汤头可以啊，我觉得这一楼气氛比较好，因为大家今年在2楼，然后非常吵，因为隔壁很吵，然后我觉得气氛我也比较想一楼，可以看到那个厨师在那边做那个披萨，那个甩披萨那个感觉，蛮喜欢的。我很喜欢看师傅那边甩披萨，改沙沙啦。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沙拉吃起来有点寂寞。臭臭披萨，我就闻到臭了，好香哦！臭臭披萨。那料其实蛮多，那有红萝卜、小辣椒、臭豆腐、香菇跟葱。臭豆腐披萨，我第一次吃到这种组合，蛮好吃哦，很好吃。薯条，这个薯条我觉得有点油，所以就不太推荐给大家了。